保持这个正念去帮助。但是对自己呢，守戒律，守戒律不是一种压抑，是一种清净而已。清净的心态去给别人最好的快乐。世间是苦，但是你不染世间苦，身体得癌症，但是心里很快乐。这个叫出世，出世不是离开这个世间，在痛苦里面你却不痛苦，在肮脏里面你却清净。所以各位你要观想哦，你去上厕所排出来是什么？是大便还是甘露？是大便还甘露？最香的。这个世间没有脏的东西，你要了解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清净，这个世界没有脏的东西，这个世界没有污秽的东西。凡夫认为它是污秽的，一个佛心认为一切都是甘露，一切都是最清净的。你要这样去观想。所以你的先生要找你去亲近了，天哪，我今天要做佛母了，去吧。你的太太哇力量很大，老公睡觉 OK， 今天要做佛陀了。你不能说可怜哦，我要出家哦，我要八关斋戒啊。你可以有欲望，但是把欲望变成一种法喜，一种菩提心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大乘。多读一下《净明经》，维摩诘居士如何转化一切，而不是排斥一切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叫妙喜，从妙喜净土来。所以妙喜净土是不动佛的，所有的连生小孩子都是欢喜。一般生小孩子是苦，他要让生小孩子的妈妈，生小孩子最大的法喜，生出来是最漂亮的，连魔都变成最大的护法。这世间没有恐怖，没有生病，没有痛苦，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学菩提心。所以这就是佛陀要创造的。这样子，这出世间就是说，虽然你在这个世间，你看到的是污秽的、对立的，但是你的心可以转化这个世界。各位记住，忏悔不用经常忏悔。你曾经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很虔诚的忏悔一次，然后最重要，决心不再犯了。再来呢，赶快去帮助众生就好了。过去我杀生多，那我现在多放生，好吧？过去我骂过我爸爸，所以我忏悔一次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每天就跟我爸爸讲他喜欢听的话，这样就好了。你要积极，你不能在一直在那边消极的忏悔，却不积极的去弥补，忏悔一次就够了。你对不起你太太，跟他忏悔，太太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邪淫，但是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，OK 了。然后你就天天对他好 ，OK 了。但是千万不要，那如果还要再忏悔，可以替众生忏悔，愿全天下男人的邪淫都我来忏悔，这样就好了。愿全天下所有杀生的痛苦我来忏悔，愿因为杀生邪淫正在受苦的众生可能在恶鬼道地狱道了，我们替他忏悔。但是对你自己而言要有一个决心，一忏悔永不再犯，那这样就过了。我发觉现在很多人问题就重复，就个性不好，爱骂人，病大球，然后他就永远改不掉，那没有忏悔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念这个，你要知道你哪里有问题，你的心态，你的讲话的方法，你对待别人的某一些态度，你真的要决心改变，然后赶快积极的去微笑，积极的去讲话。就像我是不讲话的人，我是酷酷的人，我师父说不行，你去接电话叫知客，你去接待天啊，你去跑银行，天哪，你去恒春，哇，这样，但是还得磨，一直跟你磨，叫我去读佛学院，那太容易了，但是给你磨，磨到你个性改变了，主动了，要从这里面去学很多东西，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，忏悔过去的错，然后恢复清净，然后积极行善，决心发誓改往不再做了，修来做该做的。后面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各位，你只要走路啊、吃饭啊、穿衣服啊，你都要这样想，片缘法界。因为这个片缘法界，各位
菩萨戒是心戒，就是说你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这个心就要跟法界连在一起。声闻戒是身体的戒，哦，我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啊，那内心只要不要起心动念就好。那菩萨道不一样，我的心连接所有众生，我的心连接十法界，这样了解吗？念下来，一心连接十法界。对，你要一心连接创造十法界，十法界一心所造，所以你的心要影响佛的法界，你的心要影响地狱的法界。所以各位，你受菩萨戒，我插一朵花，这一朵花上供十方诸佛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阿罗汉，上供诸天，上供地狱。那你插一朵花，要连接所有法界的所有众生。台湾2400万，你喝一杯水，2400万人都喝到了。你布施一瓶水，2400万人你替他布施了。你要开始练习哦。啊，那这里面要我们呢，遍缘法界，所有法界维系的众生，地上的一只小蚂蚁，无间地狱的一个众生，你都为他在守戒，为他在布施，为他在点灯，这样好不好啊？你现在手上抱一个小 baby， 刚刚讲的好甜啊，把这个甜融入到给每一个人都甜到这个，让每一个人都不再孤独了。今天你念阿弥陀佛的极乐，哇，极乐世界将来往生了，太好了。但是你要把这个太好了融入在地狱法界，这个叫什么？发菩提心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也就是说念头可以串联一切。所以各位，你身上有没有一只全世界最厉害的手机啊？就在你心里面啊！人家叫苹果手机，我送你一只莲花手机，阿弥陀佛那一只叫莲花手机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手机可以跟所有众生的心放在一起。观音菩萨给你一只手机叫甘露瓶啊，它不是甘露，甘露是水吗？不是，甘露任何东西一接触到它，一点到它，就像恶鬼道一滴到甘露，马上变天人，就是这样，马上整个身体都发光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做别人的甘露，好不好啊？让你的爸爸发光，让你的儿子发光，让你爱打麻将的老公变发光，光光光，你要给他念啊，他摸个麻将都发光，砰，开脱了啊。然后呢，你要一直这样想啊，遍缘法界没有对立，没有排斥，完全接受改变它。我经常去监狱，我为什么？监狱就是不好，不好才要我们去好啊。所以我跟各位讲话还没那么快乐，我到监狱讲话我就会跳起来跳舞，因为我爱监狱这些人，我爱监狱那些女人，个个白白嫩嫩的，这么会吸毒，我就变孔雀王给你吸，孔雀王吐甘露给你，你马上个个都飞起来变孔雀了啊。没关系，你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但是你要愿意，愿意，你不能说哦，监狱跟我没关系，那要想尽办法去连接众生。佛教里面讲空性，不断的强调，来跟万事万物所有众生连在一起，母子连心，连在一起，母子相遇，那就快乐。菩萨没有单独的爱，我爱我儿子，我爱我老公，没有，菩萨是透过爱儿子，小乘是断掉儿子，菩萨是什么？我爱儿子，但是因为对儿子的爱去爱所有众生，了解吗？你并没有断掉你对你儿子的爱，你要不断的爱你儿子，然后以这个爱去爱所有的众生，那就对了。像你结婚了，那你要好好的爱你的先生，爱你的太太，透过对他的爱让他很快乐，很法喜，被尊重，然后以这个心态去爱所有的生命，这样懂不懂啊？要如此。你去大小便当然舒服了，排掉了，不然怎么办？那你要让所有众生都排掉不好的，都得到好的，而且排掉的都变成甘露，没有不清净的，因为用慈悲心让厕所的那些痛苦的众生吃己解脱，要这样，这个叫发菩提心。你穿衣服，愿所有的恶鬼道没衣服穿；你穿衣服，愿所有的恶鬼道都有衣服穿；愿北极南极冷得要命的动物都有衣服穿。
以这样来过生命。一一戒中不是光这八条，每一个念头站在大乘的心，每一个念头都连接十法界众生。这样把，那你要连接最好的方法，我再强调，用佛的心去连接，不要用你哦，不能用你哦。像我现在坐在这边讲话，我没有说我是我，我现在必须变成释迦牟尼佛在传八关斋戒，变成阿弥陀佛在告诉你极乐世界的庄严，不能有我。如果万一有我，我马上破三昧耶戒，我修密乘的哦，破三昧耶戒没有我，只有佛菩萨。去帮助众生，你要承担，这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因为你也是佛，我也是佛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三昧耶戒就是用佛性来过生活，不能够离开佛性，佛性展现出来也可以叫菩提心，用菩提心来过生活。 那你要遍缘法界一切有情非情境界，发就是我对你用菩提心来对待你，小偷来你家啊，你先生破坏你，乃至你朋友伤害你，你依然要对他发菩提心，来为他守菩萨戒，来爱护他。所以，那这样来受菩萨戒，才是菩萨的八关斋戒，然后才有更多的功德，不是贪功德，更多的功德供养给众生，更多的功德让你早一点成佛，因为你成佛了，你将来可以帮助众生，赶快成佛。各位最好把这一条给断了，断了。虽然我是出家人，当然要如此，各位是在家人，但是你也要把它断了。断了不是，当然那怎么办？离婚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菩萨就是没有心行淫欲，却用淫欲度你老公，想了解吗？却用淫欲度你太太，那可以。但是你没有欲望，那今天呢是故意断，那平常呢没有欲望，他像。你煮一碗好喝的汤给你老公给你太太喝，那就对了、你要让他快乐，但是你没有欲望，你要开始学这个，你不能觉得很痛苦啊，很排斥啊。各位你不要千万说我学佛了都不化妆、有一个老公说，叔你们搞没控制的，爹厨的 不要化妆没关系，可请欧啊、你叫咩？阮家也毋是佛师啊，他在抱怨。师父你教嘛？我无教，我跟你讲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在家里，你先生要你怎么样，你就穿着端庄一点，好看一点。要今天礼拜六，穿个运动鞋陪他去跑步。No， 我要念阿弥陀佛，拜八关斋戒。你要陪他去跑步，不然他的老公变孤独的老人在海边跑步，你好残忍啊！你要随顺众生，可以度众生啊！因为你这么修行，不是想要回向你老公健康吗？不然我跟你讲，他马上给你中风，你就发疯，你就不用八关斋戒了啊！所以在这一点，菩萨戒、缘法戒，就是缘众生、缘所有人、缘先生、缘太太、缘爸爸、缘公司、缘国家，你都要对他们爱护他们，令他们离苦得乐，虔诚禀受。各位。你将来决定要做法师，先去卖膏药再来，你才会讲话。哎呀，讲不停，哎，越讲越会讲，哎，这就是训练。我真的被训练出来了。我师父以前叫我在这边念，然后他在后面听。天哪，我做维罗没有麦克风了，不像他们现在还有麦克风，没有麦克风的，我这边哇，就在听。唱到最后都听得到我在唱忏悔偈，可惜你们以前不认识我，我唱的真好听，因为被训练出来了，现在没法多了，现在会断气啊，所以我以前我师父都因为军人嘛，军人叫训练嘛啊，所以我跟我师父说，师父你是佛，为什么？不然怎么训练我成佛？然后他说：“对啊，你师公也是佛啊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你们都好严的、你没有佛怎么训练佛？”我就继续骂啊、所以又这样训练，你要自己愿意接受训练，没有理由的，不能说没有借口了。师父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啊，这样啊，因为师父为你好，那也要训练你做佛。
这个是菩萨戒，发愿是敬未来戒。